IGB 还没打完，被破了一路。15-11吗？被破了一路，什么鬼？你看 GV 吗？我在看牛逼打 DC， 牛逼打 DC 还是也是劣势。大屁股等于说 DC 被 C9 哎，大屁股还没怎么见过呀，没怎么见过这很少。他们这把好像也不是太妙。IGB 好像要被翻一样。看牛逼，看牛逼！哎呦，你妈这阵容好呀，猴子、电魂、冰龙、流虫，还有个 NPC、哎、哈哈明，哈明是大。为什么我们跑到这场来了？这场无关痛痒了呀。我换了呀，虎哥，我就瞄一眼。哎，出大拿人，拿人没变拿，但是有 TP。妈的，别被 IGB 吸住了呀！怎么肯定被 IGB 吸住了？这两天正受到攻击，天辉建筑全面加固。我来了。牛逼，这边劣势啊，也不劣，经济是领先的。印象中好像就有鬼没出来的吧 ，Harry。有鬼，对，有鬼没出来。好像已经上场了100多个英雄了吧？有鬼不是大热吗？本来，哎，会出来的，我感觉还是会出来。哎，这个版本节奏太快了，还不一定。不好出了，不好出。这版本节奏实在太快了，有鬼起不到什么灰药什么的，20多分钟有时候已经定型了。骷髅王105个英雄出场，骷髅王也没出来吧？幽鬼骷髅王，我感觉骷髅王这个英雄有时候也可以，好吧？骷髅王这个英雄是会出的，骷髅王这个英雄专打大招流，打那种什么一套秒杀的，踢走了，这运气好呀！带一波线飞回家，我骷髅王上过了，我靠，假情报，假情报吗？假情报，有鬼没上好吧？我觉得骷髅王肯定会上的，这英雄打特定阵容很有用。蓝好像没怎么见啊。来，狼人变身，这一波要打。盾、哎，盾你别拿了，盾捡到了。对面打的盾，盾是夜影打的。帕克，哎，哥哥要交盾了，但是这边 DC 的血量都很低。这个狼人怎么这么强啊？还有，能不能有没有什么技能？有必杀的。阿卡没跳，没大了。有没有 TP 什么的呀？踢个火锅之类的。没 TP， 还送野。哎。这个狼人好穷啊！你的贡品我收下了。这把好像都挺穷的呀，没有特别怪物的，没有特别没有特别废的。16分钟，经济最高的才7000，刚才明明有10000多了吧？我觉得都很穷吧，8000-9000应该，16分钟应该是8000-9000的经济，9000左右吧，最肥的应该。M1 上就是9000啊！哎，不过牛逼这个阵容，这五个英雄我看起来，我觉得好恶心啊！哎，剧毒配大屁股，我操！打出来想想，剧毒大屁股萨满 SK 刚被兽扛在前面，打团很恶心的，打团看着都恶心，真的。阵地战，对面想我很疼的，只要都弱了之后，刚被扛前面，剧毒放大。大屁股下火与 SK 跟萨满那边在放技能，主要是都不太好杀，前面的两头肉，一个大屁股，一个刚被射，不好杀。然后剧毒的话，你也不好围上去。你把剧毒杀了，一不死就蹦出来了。你把刚被杀了，他要把你弹全部空血。毒补。杜甫在干嘛？杜甫插眼，这种酱油真他妈的是胆子大，我操！
master， 有一个等于过时了的装备，好吧，一张封脸，这把牛逼，看起来还蛮稳的。带了一波雾，做了一个眼睛。树人大战人，哎，下个火雨，下个火雨，下个火雨，我忍不住了，下个火雨，萨马特加树人，这不来一套，这个火雨下300块，走第一个，哎，不到了，来装备了，哎，这个 B 跳到这里去了，边具体拳再出一个灰药，横着走了呀，这钢背横着走了。他们这个阵容钢背出灰药就更加厉害了。牛逼，打 DC 是今天的最后一轮啊！不可能吧？真的？那才四点。牛逼，打 DC 是今天的最后一轮。哎，今天最后一轮就是第三轮呀。哦。然后看后面有没有加赛，对吧？对对对对对对，牛逼打 DC 是今天的最后一轮，第三轮。他就是刚刚我们看到老干爹打 TNC 是第二轮，这现在第三轮的牛逼打 DC 是已经开始了。对对对。就看加赛了呀，反正加赛也要等所有比赛打完。加赛应该是 BOE 吧，我觉得。肯定是 BOE 啊。今天的加赛应该不会特别多，因为 A 组的话加赛不可能打 BOR 呀，那你妈比打个平局怎么办？因为 A 组的话好像已经确定了，前 A 组好像定型了， B 组好像有争议。B 组不好说， A 组的话是李逵、老干爹、EG 和 TNC 前四出现，然后淘汰的话不好说，淘汰还不好说谁淘汰。但是小组赛说句实话就是一道开胃菜，好吧，就看看，说实话也就看看。真到了淘汰赛输了回家的那种时候，就会显得特别的精神。小组赛只要进个前四就行了，老实说你挑谁挑谁，你妈你小组赛你打的对手太多了，你没法针对研究。对对对，你到了淘汰赛就是一打一了。哎，这边杜甫迷路了，哎呦，老子他妈 TI 三打 A 队。得到了消息 ，A 队挑了我，挑了我们队，抱着他瑞普看了两天，然后并卵还是跪了。听到是 T S， 我记得你们当时还跟 A 队说不要挑我们，不要挑我们，他们挑了。都说不要当 A 队挑呀。我看错吧 ，I G V 又被打了个超级兵出来，然后老子有弹幕说他们要翻盘了。那一场呀，那一场无关紧要了呀。正受到攻击，他们已经输了一把了。他们这把应该不好翻，这真是怪自己。N F 这两分都拿不到，那他妈真是怪自己。I G B 还有没有场次啊？我看一下，他们好像没场次了呀，就最后一场。没了呀，没了没了没了。老干爹已经很给力了，赢了，再赢一场就是 T N T 就是九分。哎，这边狼人变身，哎，什么情况？哎，哈哈明，哎，哈哈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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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养一个呀，拿个核爆，哎，空叉呀，养个小狼。这两个小狼疯狂打过来，留不到。那这样说的话，老干爹跟 TNC 这一场也无所谓了呀，不是特别的关键，好像理论上是无所谓的。他们都胜者组了，对，理论上是无所谓的。其实胜者组排第几，真的影响不是特别大，好像。不过现在老干爹他老干爹赢了，就是2-0的话，应该就是第二。如果2-1，就是1-1的话，好像是跟 EG 同分。看他加赛是个什么样的，他不会，他是要一场一场打吗？应该是同时加吧，我觉得。一场一场打，他妈那有点狠啊！一场一场打，那有点好像。哎，两组嘛，起码两组。A B 两组同时加呀。对，如果有加赛的话 ，A B。哎，打大出。发条 ，grab。把白眼勾。勾吗？不勾也怪。勾石头人一 TP，
怎么还没开啊？我刚刚在看就是地洞宝。怎么都在出灰呀、啊？大屁股和钢背都在出。大屁股就别大屁股就别出灰药了吧？出点团队装不就行了吗？大屁股出点西瓦什么的。西瓦、笛子、大鞋。啊、西瓦大鞋没人出吧？有人出吗？我、啊、大屁股也挺适合灰药的，好吧？正中上腰。大屁股出大鞋呀、啊？有钢背兽出灰药了，就不出了呀。牛逼，这场关不关键啊？我看一下。我看了一下这个积分榜，今天晚上很有可能没加赛。那意思是今天加赛最好嘛，可以睡个好觉。很有可能 B 组有可能加 A 组，没加赛 A 组加赛概率不大。难道你就睡了吗？没加赛可以睡个好觉。你还说你们要搞点什么事？好吧，我黄日天绝不扫兴。兄弟，没加赛也要打到早上八点最起码。好，谢某人奉陪到底。你们两个搞呀，还在看你江峰呀？你们两个搞呀，没有你江峰就组织不起来呀。一个羊，我看你们发条勾一下，绑住被弹了，茄子甩出大招 ，Brava 又是 Brava， 一下两下，两下三下十 ，SK 一个字是怕个跳子。打蜀山传就是要我命啊，你那个游戏每两三个小时是玩不了的。狼人变身带塔，这边在打盾，没什么脾气，走不到。主要还是看第三轮 IG 能不能接胜者组。IG 跟 VP 他现在是同分。对。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。IG 好像只要一比一就可以进胜者组，好像是这个。打平就进吗？打平他至少可以加赛啊。你妈逼呀！奥克都知道呀。现在 IG、牛 B、VP 都是同分，都是九胜五败。对啊 ，B 组是很有可能加赛的。OG 是几分啊 ？OG 是八杠六呀。OG 下一个对手是打谁啊？打老飞扬，也就是说，只要老飞扬赢 OG 一把，他们只要赢一把，二比零败呀，就不用加赛了。二比零就不用加赛了。他们只要赢一把。为什么赢一把？赢一把九分内啊 ，OG。别讨论了，不想听了。我也不想，你们打了就知道了。哎，这边够狂，大屁股，有推推，推不到，狼人变身还想追，大屁股这边没有火锅，这样杀他吗？咬不动，这把 DC 是没法赢了呀，这样打打的感觉一点希望都没有。DC 你妈被 C 九干了，那个呀，本来可以还可以加一下的。老飞扬只要开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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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兄弟们，老干爹 TNC， 可以学 AME 刷钱了啊！老飞扬只要二比零 OG B 组就随便玩了，他们 OG 怎么都不可能超过上面四名的，八分定型的，上面的都是九分。我周雄，哎，算数 ，IG 是九分呀 ，OG 是八分呀。出现形式别灭了，兄弟，没赢，灭了，别灭团了，植物也没破呀。都在吃东西吗？哎呀，我也去了。天辉上塔正受到攻击，先看这一场吧，兄弟们，先这一场
打完老干爹还能看。去瞄一眼，去瞄一眼就回来。装逼全跑了，去瞄一眼，瞄一眼就回来。天辉上塔正受到攻击，来了！天辉上塔正受到攻击。天辉军团正在扫描。上方圣坛正受到攻击，我跟你们说，不是我切屏喜欢点英雄头像跟随啊，而是我发现这是个偷懒的好办法，不然你不得一直摇吗？我是跟雕跟随，以前我都是自己手动点，然后大家就说雕哥都是跟随苏苏球会一直切，然后现在我为了不让视频不让你们发现是我还是雕哥，不看老干爹吗？我就偷学了一下这招，看完是吧？他们都在客厅吃饭，刚才王姐做了几个不错的菜。夜眼下方圣坛正受到攻击，球神现在还没睡觉。
下方圣坛正受到攻击。这个是解说视角呀，我发现点解说视角更方便。夜眼下方圣坛正受到攻击，那我肯定也是下图视角呀。老蛮牛是谁啊？我不认识你。别牛逼，打盾。有点想干 ，DC 已经在绕了。看清楚了血量，狼人变身，发太多钩，都多了上满。这边盾都要被抢，先知拿到了盾，狼人直接切掉了剧毒。这一波溜冰好像很难打，要炸了。打屁股，没有队友的呵护，推一下。打屁股，我操，好多还没死。天之飞了过来，一个 T 给视野直接带走，这一波是打成了一波一换三。溜币的肉山团，好吧。天辉中塔已被摧毁，继续战斗。安静。这一波军体拳是被逼了一个买活，但是这边 DC 似乎还想有动作，来到了下路。SK 一个搓跳走，装备被鞋子踢了一下，塔防也交了。狼人拆塔很快，塔是被狼人点掉，这边大屁股还有二十秒 ，SK 一个双搓，狼人开启了 BKB 变身，大招是给到了 SK， 塔卡非常的危险，发条一个弹，塔卡阵亡了。先知好像是飞回家了。第四也是在选择破掉绿币的高地塔以后，撤退一波来打火锅。牛逼疯了！天辉下方圣坛正受到攻击。龙神，嘿嘿，我没开麦。狼人拆塔还是坏呀、啊，我两下就没了。怎么还没睡、啊？好家伙！嘿嘿，你没睡觉？脸上不又是脸上太阳吗？我才刚来睡醒的。急速。这是24级的一个帕克，马上就可以印钞了。手机在外面吗？你手机拿进来。嗯。上路有一个符，这边牛逼想搞点事，符吗？牛逼怎么又炸了龙神？肉山团，彪哥，牛逼为什么会炸？肯定是打肉山团了。牛逼的肉山团，牛逼为什么这么、哎？我他妈是牛逼的教练，我真要把这五个逼摁在地上给老子打肉山团，好好的练一个月，练到他们吐。这个肉山不打嘛，先干人嘛，不要打。我看很多队打肉山，如果对面来抓，他们都是先不打肉，退出来开个雾，开团，打赢了再打肉或者推高。因为肉山团你都走进去了，你地形不好是容易被人关了，在外面开团会好打一点。剧毒也不回啊，剧毒有点穷了。妈的，剧毒上波肉山团被狼人冲过来两口没了。这个装备太差了呀。剧毒这个英雄就是这样的。他们这一场还影响出现名额吗？不影响了吧？
这一把 DC 输给 C， 输给谁？ C 九吧，应该没什么说法了吧？对。但是绿 B 拿分还是很关键的，好吧？绿 B 能不能拿分还是很关键的。发条一个勾，没有勾到。这把大哥剧毒太强了，打成这样有。这把 DC 还好的，主要是绿 B， 绿 B 需要分。牛 B 这边还有个问题，就是大屁股他不出大没啃，这我觉得也是一个梗。大邪这个团队装，对啊，他开始拉了一个辉耀下来，都一直没拉过大梅肯这个道具。他这么肥，再不济他能解沉默呀。他宁愿出赤红甲，对面先自由紫苑有帕克，他能解沉默。关键他这个赤红甲呀，都出来了，他都不愿意出大梅肯。牛逼开悟了，碰到一个发条，举起来。抓吧，抓吧，阵亡。哎，这个帕克还要打。狂猪，狂猪 SK。卡卡，吹风一下，卡卡有宝石。卡卡不能死，跑不掉了。这不开弓冲出去，三个人就亏了呀。卡卡好像也要有问题，一个沉默。我操，这狼人输出好恐怖，一刀吧，刚才是。一刀打空了，然后一个三十一刀打空了。狼人没有变身，吸出一口毒，但是六 B 好像是不太想深蹲。同时这边先知是来到了下路，先知在破下，牛逼守不过来，有一点。上路留了一个军体拳，其他的人是来到了下路，但是这个时候帕克又在中路搞。那怎么办呢？讨厌的，三路都在带，他们总共活的只有三个人，对面在带三路。被狼人开变身了，被天堂了一下，直接拆塔。再红还是想拆塔，过来踢一下。打钢背，没兴趣杀钢背。什么情况？牛逼被翻皮了吗？牛逼打了肉山团。峰哥，你知道的，牛逼的肉山团。真的，牛逼的教练把这群兵摁在电脑前，好好的打一个月肉山团，我操！他们的教练是谁呢？然后找五个逼天天练，电脑都打。他们教练是狗哥呀！真的是狗哥吗？妈，狗哥哪他妈当教练了呀？狗哥他妈天天在直播，教练个鸡巴，不是肯定不是狗哥。要练肉山团，我们 OB 也可以奉陪一下。他们三个人，一个狗哥，一个草莓，一个对，他早就不是狗哥了。自定义装备，好吧，模拟团战，我们 OB 可以奉陪练一下，奉陪打一下肉山团，我觉得跟牛逼打一打看，我们可以。但是不正常的打比赛就说了，那应该是肯定没得打的。光打肉山团可以陪练一下。哎，那这样一看，我们 OB 的作用还蛮多的呀。Yes。兄弟，我们都是老乡。我们先是给老师一直装备，直接秒掉，好狠！装备狼人，五百的攻，给我们装备打弱死团，我们肯定打不了了呀，不死团。我们也是老江湖呀。对啊，肉酸汤我来教他们呀。开个作弊模式，专打肉酸团，陪你打半个月。哎呦，卡卡好怕，但是打开来跳手，但是再一个搓，啊，跳一个，哎呦，还是一个技能。哎，这边是狂做钢背 ，A 站的大 ，A 站大动不了，钢背很扎实，钢背真的很扎实。这边狼人打萨满，有赛斯，开锅 ，BKB 快没了 ，BKB 快没了，等一下，没死，狼人要死。顶了一下脖子，哎，奶酪，吃的吃吧，出来了，哦，吃了，这边帕克被绑了，被击杀，吃了奶酪的狼人还是在打下路，先知下路也没抹血，哎，这一步可以推过去吗？下路的树都被他招光了，他只能招四个树人，不能招九个树人的，帕克买不活啊，一百秒啊，
有线没？有线，大屁股一个大就过去了。哎，这个时候盾刷了。对，有个队友说的没错。哎，这个先知偷塔。哎呦，好慌，直接 B A 一下就跑了。他为什么不招九个素人出来？哦，他是 B D， 他像。威胁先知，这个盾没有肉上团呀，所以我们打掉了呀。哎，中国盾肉上团好像老跟爹打的可以啊。哎，盾五十秒可以逼一下呀，逼一下，逼一下，上满有大的。这五十秒不推，买不活的帕克。贝兽有飞鞋吗？刚贝兽没有飞鞋，萨满没有飞鞋也挺尴尬的。三十秒，三十秒的时间，他屁股没蓝牙，不过尴尬，正受到攻击，他可要活了，擦不擦？想擦了，擦手棒，哎呀！擦呀擦呀，肯定要擦的，帕克在读秒，这是塔，这塔总要拆掉的呀。阿木放了个大新手，大屁股攻速好快啊！闪破路，拿下一个钩，弹了一下路是破了，老人输出，钩闪失，哎，没吃出来，主大没开出来，蓝也没吃出来，哎，可以被压死了，但金缺挡住了，金缺很刚。血都没怎么掉，他这个他的队友都打下了，大屁股没有磨，大屁股没有磨，灵动性加吸血，哎，下路先知飞过去了，先先知在偷家怎么办？哎，大屁股 TP 回来了，但是大屁股只有一个技能的魔法，但他先知没有办法，先知还在猜，帕克也飞了过来，哎，他没磨，没磨天堂，飞回来了，群体拳回来了，他还没买魔。这个盾给剧毒，来给大屁股，这个逼，这个逼又回来了，这个先知又回来了，这个素人拆的很快啊，然后帕克又去上路拆了，帕克在打上路，帕克在打上路，哎，他怂了，他不敢拆了，哎，但是被拆掉了，狼人，狼人过来被网了一下，先知又被杀了，开启 BKB， 哈哈梅输出，哈哈梅买活的，上路了，上被玩爆了，上路被磨了，上路也在被拆，上路也被破了，智商被玩爆了。这边帕克一个框，框住两个动不了。这个带球，先知这个加速人和速人加攻击力有说法呀，好厉害！说法呀，他就是一套组合，好厉害，搭配的呀，这个九个速人七十二点攻，一千血，就等于九个超级兵了，我感觉。对呀，跟九个超级兵差不多了。九个超级兵吗？那么狠？有狼人强袭了，在一千一百血啊，差不多。攻击不够，超级兵的攻击是一百，他是七十二，但是也差不了太多，好吧？他可以操控啊，超级兵不能操控啊。这树人好狠的，打远古都打得赢，那他不打没有操控他就。黑狂打远古，大晕！我操，远古打不过这树人呀！肯定啊，远古是打不过的呀。树人大军。哎，狼人过来了，啄一口。哎哎，我感觉 K 比这个大兵就真不如他开始出个飞亚，好吧？哎，抓了一个暗木，杜布、哎、下路 K P， 杜布是不是在勾引啊？没事，杜布，肯定是拖时间，我操！杜布，有的杀过来，勾引拖时间。亚速度，啊，好痛啊！五九，没闪失，不过五九，车来了，大腿推，帕克还在，还要追，最后一下。杜布死了，剧毒也死了，群体拳被框住，但他有盾，他有盾，他有盾，哎，被，但是没有队友，光有盾够吗？大屁股没有大招，这边也不太敢深追，狼人又有变身了，狼人，再次变身的狼人，大哥，哎呀，大屁股，具体拳卖了，大屁股，大屁股也好弱，晕锤，狼人。先知赶过来，大满放出大招，但是网好像出现问题了。对呀，坐帕克，哎，能不能网住？没网。大屁股好扎实啊 ！OK， 雷击要扎死这个大屁股。肉，看他好肉。装备，
好扎实啊，这大屁股！生命回复，加攻速，50的生命回复，每秒回71点血，我操！屁股感觉打不死了呀！这屁股他妈的，这是 DPS 屁股！哎，偷塔了，偷塔了，先知！没了没了！老哥太狠了，还剩看看留住，还剩最后一路。哎哎，没推走，打住了，推走。没有避开避，老哥。树人在偷中，先知可以买帕克，可以买。偷中塔偷的好快啊，感觉一轮骑射能打200血就够。天辉中塔正受到攻击，好假。现在我感觉绿币队吧，打正面还是能打。现在的情况就是线，你打正面，我偷你塔，很难受，好吧。幻想处理下线杀过来了，欧吉打老飞羊最关键性的一局都开了，这才要看完。最关键的不是 IG 打那个吗？不 OG 打老飞羊，只要老飞羊2-0 OG， B 组就不用打了，随便 IG 他们怎么打都是出现的。这里是帕克，才三秒钟。牛逼，反推 ，DC 两路，哎，拿人被拿了，开 PKP， 顶出 PKP， 再搞巨毒，推一下。羊刀是给到了先知，分身一开 ，SK 戳一下，再搞巨毒，巨毒这波跑了。肉大屁股，我操，这大屁股站在人堆里不停的砍，一直在砍，他们打不动大屁股。被天堂了，牛逼现在有两坨大肉，大推推，再推一下。狼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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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狼人！我操，切臂章，好了。但是这边正面战场，我看一下了。为什么不在同一战线呀？跟大屁股在一起，两个就是无敌的。哎，钢妹是被留了，切臂了，走，哎，走了，走了。这臂章切得好呀，老哥。我觉得这两个大肉在一起就很厉害，这两个大肉只要在一起，两个都不会死。战场被分割了，切臂章。那这样的话，现在是两路对两路。现在牛逼主要是要把线处理好。但是有一个说法，剧毒买不活，剧毒不能买活。好吧，剧毒不能买，蛮讨厌的。SK 可以买剧毒。这边肉山还有一分钟刷新。幻象符，军力全可以做个大晕了，军力全这是完全体的呀，大晕，大晕钱不够，买了不够钱买活，这个狼人没变身好吧，还有先知，小树人不塔。连扑的连，连扑的一下，破两路。哎，大屁股没大屁股，没想到这个英雄打到大后期，他妈的好厉害啊！我操，他光环屌，大后期是厉害呀、啊，大屁股。大后期他攻击了200-300，现在攻击，你看他现在攻击加200多，那他是不是出强袭要屌一点啊、哦？刚被有强袭，搞了个大晕，刚被有强袭了，不然他可以把兵甲改成强袭。难怪这个逼想出灰药，他也想成为钢背兽般的存在。他之前想偷灰药，结果钢背出了，他就没出。护甲41速、60攻速、50生命回复，这还有两分钟刷新，唯一的缺陷是攻速慢了一点点。他加了60的攻速呀，有天赋呀，还是不够快。他要是出强袭就够快了。0.5打一下，0.4打一下，真的对。而且他这把已经预料到他要打大后了，你看见没？他不加搞个大电呀，他不要搞个大电呀。哎，这边谁 ？Bubble， 补一下，有点肉啊。哇，大云给他，先知，两坨大肉。打不动，先知打不动人。钢背被破了背了，已经。哎，钢背剩一秒钟。他没背了。狼人速度好高。好高。SK 压了一个大。先知，先知没有 BKB。我要狠。
杨柱，不能买黄的先知，网柱这边不能加波萨，哎呦加出来了，能解决问题吗？逼，哎，这种带队牛，先知买不活，狼人也是倒下，一波带走，一波帕克，大鱼给上，一波带走，大屁股也没有飞，直接飞过去了，飞大屁股，但是没线呀，没关系，可以带的，可以带的，线都可以带的。这五个都不能买还不急吗？哦，能买能买能买。不过要防一手偷家，好吧？狼人、帕克和发条能买。先小心这边帕克狼人偷家。狼人、帕克、发条能买。他们可以把线带出去再推的，所以不用防偷家。没那么急，把线带好铺好了再过去，没那么急，还有时间。哎，他们不买的吗？这帕克我完全可以买活过来带线啊！买到 CD 啊，讲道理啊！帕克肯定要买的呀。帕克狼人都要买，好吧？再把哈明带过去，哈明开上飞机。没了没了没了，已经没了。现在买已经晚了。是打正面团牛逼，没那么难打。只能买三个。我三个。他们就怕先知偷，先知后面不偷。发条一个高。大屁股一个。两个。有狼人一个天堂。狼人 PKB， 顶个赤红，大鱼，他是狂速，但是没有狼人看到大屁股好难啊，他都被秒了。狼人，大屁股冤狼人，打不动，哎呦这，哎呦被拍死了，被大屁股，来，大屁股抓着狼人打呀，狼人又不敢打他。四百攻大屁股，四百攻老屁股，老屁股，嗯，这还不急。这都不打狙击，击了呀！这么不肯击吗？嗯，切了切了，我已经。我也切了，我也切了，不要他们浪费。收。看哪一场？先看老干爹啊。可以先看老干爹。那边还在嗯 ，OG 打老飞还在 BG。我们一场一场看过来，三场都能看到。对啊，可以。老干爹打完了，这边也差不多打到一半。哎，老干爹劣势，老干爹劣 ，MV 的死问，哎，这把好像节奏不对啊，看一下看一下 ，MV 的 TS， 对吗？斯温无减肥，但是好像也没领先太多，其实还好这个阵容，节奏对呀，不难的呀，对。关键我一进来就看到 M1 最肥的 M1 倒了呀！哎，我他妈截出账了，我操！我以为是上一把的，老子把老截了一个老干爹赢，我操！他赢了呀，这把。这就尴尬了。老干爹这把可以。你不会截出的好吧。又要出现很多暗黑小龙的人类啊，兄弟！如果输了的话，这把老干爹想赢不难的，龙神别慌，阵容比对面好。哎，虎牙每天花多少豆子啊？好像我不知道呀。好吧，谢兵我很多，我有几十个亿。为什么这么多呀？抽水呀，做庄可以抽水的呀。兄弟，我是庄家呀。黑庄被秒了。哎，已经自杀。熊猫他妈抽水不给主播的，我操！熊猫抽水，我他妈也没有。我也没有呀。啊，这也没出水，好吧。哎，这一剑，正中靶心 ，M1 五秒剑。M1， 没视野呀，这一剑。还别分。哎，但是中了，主攻修了一下。泡沫跳脸，我操，过分了，兄弟。让他跳。哎。跳走了。我操，这就是 M1 啊，砍你，把你吓跑。他要是不回头砍痛痛，我一直追着他打，他跳刀跳不出来，他就死了呀，他就跳不走。哎，老师一，记走了。砍到，这他妈都没死。他砍痛把痛砍慌了，痛不敢 A 他了，没打断他跳刀。夜眼下塔正受到攻击。AB 的血晶石只有六个了，
到后期我还是看好老根爹的。为啥老根爹？毕竟他们有神域，可以克一下蝙蝠。斯文打狼人也不难的。对。夜眼上塔正受到攻击。夜眼建筑全力。酷酷酷酷。敲一下，能不能晕到？没变，没变，不要跑了！足，足，这就有点骗自己了。不错。这边狼人的小狼在找人，好像没找到。发现 AME 它的流浪从来不用最新的那把剑的，一直用破碎的。天辉建筑全面加固，夜眼下已被摧毁。我感觉造型是这把剑好看，好吧？但是两边都在换那把好看，但是分裂效果感觉好他妈差好多啊！造型肯定是破碎大剑帅的，就是没那个特效。夜眼下破碎大剑，老子。哎，我好像没有那把剑啊！我的破碎不知道被谁骗了，我操！雕哥也没有，我也没有，没有吗？好吧，雕哥、宝哥，你们有什么饰品可以找我要？好吧，你们想要什么，我可以帮你们搞。我可以一人邮给你们，一人邮给你们一个，好吧？不是，他们两兄弟给我弄的那个呀，自保啊，那个 bug 套呀，五六六。可以。哎 ，bug 他是宝哥给你弄的吗？雕哥也给了。我自己，谢斌，我有一件事办得很差，我没办好。啥事啊？我有一个全球独一无二的谜团之宝，我给了我水友，我应该给你。这件事情上我办得很差。哎，是那个金手镯吗？啊？是那个金手镯？是小谜团好像。这个小谜团只有一个吗？好像就我一个。那你怎么搞的？那个是我解说 TS 才有的，好像别人都没有。你们应该没见过谜团 bug 套吧？没有。反正那时候每人有两个呀，那个 bug 套。不说还好呀。对呀、啊，你为什么要说出来呢？我那个水友，我在暗示他呀。他说轮神，要不我晕回来，把我给兄弟。你一句话，这个东西你愿不愿意分享给谢兵？好吧，以后你从此以后多了一个兄弟谢兵，你愿不愿意？你愿意就发给我，我发给谢兵，好吧？这一波滚！哎，这一波冲脸呢，亚老弟，一剑，我们一剑，没中，是的，还有两个，等于看不到了，等于不准，被拉到高地了呀！苏文被拉了，没拉上去，没火了他。有了反打狼人，哎，没错，这是 AME、哎、这个控制，哎呦，狼被打完了 ，baby 是影魔还在跑，一换三，我发现这两波好吧，这个拉比克的微光起到了很大的作用，隐身无敌吗？对，本来狼人要死的。他就没大了嘛，站起来。只问锤了他呀，然后打第二拳的时候他就无敌了。TNC 还是厉害啊，这个队。有实力的。可以的呀 ，TNC。本来就不弱的呀，他们跟 Liquid 都打一比一了呀，不把老干爹也是。TNC 目前为止没有被二比零过，好吧。他有实力，而且这个队他不是很高调。低调，懂吗？是的，可能不会被这种对手有时候很可怕的，他又不是很高调，但是他有实力，隐忍，杀戮，冷血杀手，低调隐忍杀戮。为什么能想得到杀戮这个词啊？那这六个字是连一起读的呀？要一起读呀，屌哥！低调隐忍杀戮，低调隐忍杀戮。卢普斯行动我方，
OB 天才中单胖头鱼。变狼人，狼人变身，又变狼了。我们看到小的大招，知道这边 ME， 狼人，狼人，没有收到 ME， 狼人，狼人，狼人，对面，苏文打不过，苏文一锤大蝙蝠，怎么输出这么低啊？神域给出了大招，哎呀，我觉得又被放了，神域开锅，开锅，开锅，开锅 ，SK 摇了一个大一个团刺，只吃到一个人，原来没有死，狼人，狼人，你妈！没狼了再来跑，他有盾，留头一个板板到了拉皮克，跳过来一个一下收掉，怎么跑不掉了？影破魔还在追这边，夜魔，夜魔有飞可以飞，影破这边是吧？留头，老十一正好，老十一还有大招啊，没机会放，他没有好的机会，战场分割太厉害了，这波，这是蝙蝠死了呀，又被光救下来了，这个破魔13000的经济我感觉好废啊。不，他一直在 A 人，虽然说输出不是很高。他一直在 A 人，他最近装备雷锤来了呀。再跟他后面的装备就厉害了，他再跟装备就厉害了呀。现在就厉害了，这个碰这一波就开始厉害了。刚才那他现在每跟一件装备战斗力都提升很大呀。真的不是泡沫经济，这逼经济很好狠。低调一日杀戮 EMKS OBEMOBEMKS 这不是胖头鱼吗OBEMKS 哎，你别说峰哥的 KS 功底，老子真的只能顶个赞，老子没见过比他更能精准的 K 到人头的。爆你的血，我最近已经不 KS 了。但你这是不想 KS 吗？但是你是不 KS 的呀，你想 KS 就没有你 Q 不到的。哎，好了 SK， 但是蝙蝠来了。话又说回来了，会 K 人头丢人吗 ？OBEMKS，OBEMKS， KK 夫 ，KK 风，我操！不是 OK 一三连吗 ？OBKSEM 呀，兄弟 ，OK 一三连，不是 OBEMKS， 是 OK 一三连 ，OBKSEM， 把一气合成一个呀。这把局势打成这样，老干爹经济落后8000，经验落后了9000，数据没那么烈，但是感觉打起来还是非常的吃力，不好打。关键现在使用的 BKB 越来越短了呀。当时问打个蝙蝠打了半天是什么情况？时问输出不算很高，他打了没水晶剑，到第三刀被围光了，打不到了，没水晶剑。而且好像夜晚开团，狼人吼叫加血吧，过加了翻倍，跟这个有关系。应该变他们血都变多了，吼一声加个400血，加400血，400血好多啊。来了这一波隐身开启，夜魔有点翻皮的味道，闭起来头板了一下，夜魔维多利亚试一下，哎，泡沫陪了一下，能秒吗？一刀漂亮，带走了泡沫，这边狼人冲后排，神域没有大招被带走了，这狼人 BKB 狼打了，狼人 BKB 就打了一个神域，那结果赚了，是不错啊！下一波碰不很厉害啊！我操，赚了！他跳了，老十一想留拉比克，他刚刚就不应该跳过去。来，拉比克偷了个板，板被偷了，这个技能被偷了，蛮讨厌的呀。天辉中塔正受到攻击。哎，蝙蝠 SK 没留到人，把这给视野推了一手蝙蝠。哎，小狼无现在变成卡位了，没再给视野了。推一下，吹波，老十一又戳，蝙蝠不拉吗？来，这边推两个。但是拉比克有个流头的板，举起来，狼人来了，狼人来了。流浪想 TP 能不能踢走 ？TP OK， 问题不大。这边 SK 又留了一个人，夜魔抽一下。白天的夜魔，白天的夜魔选择了 TP， 被吹起来了。
神域这个大没法给夜魔呀，别的也白给。哎，夜魔没了，把 SSK 被反杀了。在省他的穿刺，他有刺他不吃夜魔，有意思有意思。这个 SK 有一直不吃夜魔，他想吃神域。但是牛头这个买活白买了呀，能杀个蝙蝠不亏好吧？没找到。那这样的话不算呀，牛头买活了。有穿刺不用的，这个狼人好刚啊！我发现出装还挺屌，斯文有点打不动他。这个出装还挺屌，他这他应该是专打斯文的，因为他出死灵出斯文两刀就没了。这他妈也能来活的喽？天辉下塔正受到攻击。天辉下塔已被摧毁。哎，回马枪！哎，老干爹终极血塔，一二这个狼人，狼人排一二位，三四五垫底。一，回头两个，三连，拿掉一个狼人，狼人漂亮，能不能买？狼人不能买，或能买？可以买，可以买，可以买，狼人拉比克不能买了，不能买，拉比克不能买。别开大招，拆。蝙蝠被骨灰了，买了买了买了，神域这个大大血的情况，给你个大的名字，来了打狼人，狼人挡不住，这边 SK 吹风一下，这个蝙蝠为什么不拿斯文呀？这个斯文出被爆了 ，SK 被杀了，一直被无限套骨灰，他无限被骨灰，他拉不了，无限骨灰，流浪没大了，流浪没大了。他在拆 ，TS 一个 TT 住一个东，蝙蝠，你说买活带走，哎，蝙蝠死了，这边后面是蝙蝠，后面也死了，飞起来，一个一个战士，蝙蝠打死了 ，OK， 狼人不能买，一波带走 ，LGG，LGG， 这个血量。蛮尴尬的呀，这一波回马枪好关键啊！听说这个队还没跟人还没输过，最少是平。听说他还没输过，但是这一把没被2-0过。听说他们没输过，只是听说了吧？天使的经济扎实的呀，老干爹的阵容是比他们要屌一点。没必打了好多输出啊，团战一波经济直接打回来1万多，这个是我的。现在最好的就是 M1 站不出来了，没 B 又站出来了，没 B 站不出来 M1 又站出来了，站一个好吧，没这才是双子星呀、啊、哎，这边直接打盾，狼人还有20秒复活，打完盾更新大炮，听说破门下件更新装备很强，不敢打。老跟你打二圣团是先把人赶走再打的，老干爹的二圣团是输的比较少，先出来找你人，先拆锅，把锅拆了。我们这个时候就不用就是直接打肉山呀，直接打肉山是给对面机会，先把人赶走。天辉上方圣坛正受到攻击，天辉过来我就开团，打过来我就打盾，做好所有的准备。TS A 杖 ，A 杖 TS 自带闪电，那他25级的天赋应该会加左边吧？那好强、啊！我操！我打过呀，我打那个 ，DS 出一仗很厉害的，电人是吧？就跟电魂的大一个道理是吧？对对对对对，电一下，哎，就是有机电，他的闪电风暴。他电英雄啊，电小兵啊，都电。他开 V 的时候嘛，对吧？开 V 的时候，他开 V 的时候可以放。有机电好像是这样，对对对，他没是怎么个算法？一点七五秒放一个呀，他没有介绍。
有三技能。麦兽星星开启后一点七五秒会随机作用一个目标。三技能是接手。要打一个。他打一个他会跳呀。要不是不会跳的。应该会跳吧，不会跳就有点蠢了。看一下吧，等我打他。感觉开始没跳呀，我看那个小兵。但是不会跳就很蠢，真的很蠢。反正我出过好吧，很厉害。应该会跳，不跳的话有什么用呀？看一下上路，我对着说不跳。哎，他不跳。不跳，好蠢啊！不跳呀，峰哥。这很厉害吗，峰哥？反正我出过很厉害。反正你出过很厉害，这厉害在哪呢？我不知道，反正出了之后我就感觉很厉害。你他妈没这个道具，你很厉害吧？反正就是厉害。反正就是厉害。感觉还不如在右边不出一张的出玲珑心，对吧？哇 ，OG 已经崩中崩。那只要老喵二比零 OG， 其他的人就随便玩了呀，无所谓了。天辉中塔 ，IGPP 就随便玩，练内容可以。输了呀，我看了一下阵容，好吧，输了呀，已经。正受到攻击，天辉下方圣坛卵子被踢爆了，被打飞了。天辉中塔已被摧毁。我感觉这个最后一件收个玲珑心吧，林肯别出了。他 A 再换玲珑心就讲。加五十恶魔司令爆炸次数。本来爆炸次数是40，三十六翻了一倍，本来是36呀，这个提升还蛮强的呀。对啊，那这个技能一开，这拆塔不是爆炸次数本来是40，次数，他现在变90了，那就等于说放两个 C 嘛，好变态啊！那他妈刷新怎么刷？那我感觉你左边好用心，没有别的。感觉这一波是姚老弟的失误啊，有神域怎么可能被蝙蝠给搞进去啊？对啊。他站太后面了，他站后面了。蝙蝠直接也有可能是 maybe 跟姚老弟的沟通术没有准备好，他推里面去。他被先手了，他我估计他maybe没想到这个蝙蝠会拉他。姚老弟没出以太之镜，一般玩神域都会出以太之镜。应该是没沟通好，否则的话，如果准备好的情况下，蝙蝠是不可能拉走 TS 的。maybe 就没想到，所以说他没跟姚老弟说，让他看着他。沟通好应该是。这个是我的。来丢了呀，吃个玲珑心又有血。天辉军团 A 站有点蠢，别先走 ME 完美，这神域老梅了，大招这波打过了，自己也被切了，想下来这波打过了、别在那打 MB。 我感觉老干爹不能被打先手，被打先手就全在跑。听说要二比零，听说要二比零，听说要二比零，这就尴尬了呀！来了一个锤，被举了，有没有 BKB？ 是不是没有 BKB？ 有锤，爆炸了，爆炸了这波！老十一，听说没有二比零，买不活，破木狼都买不活，二比零，听说没有被二比零，这边聊到已经是飞过来了，但是蝙蝠买活，哎。马上有拉，听说没被二比零过，我操！急了呀，这一局。POM 可以买 ，POM 可以买，还不一定。左右护奶制衡。狼人 POM， 啊 ，POM 能买。天辉上塔。正式的攻击，别，又是一个烂，带锤带锤，一个吊刀，我们一剑怎么把线 M 耶 M 一输了，买不能买活，能买能买，输可以买，过来了，买活飞，没币顶上去，
一个切，那边输出很高，刘鹏又几个亿打到了三个人，只剩一个锤，蝙蝠买不了 ，TNC 带走了 ，TNC 炸了，双剑有买活，没什么用了。主文这边开大，还有 BKB 接了呀 ，F 破木都买不活，好吧，狼人是已经活了，还并卵呀。解决不了问题。哎，这边维多利亚是跑到了。这不变狼、啊，这个狼人。哎，这个大怎么给了牛啊？狼人。感觉变狼了。这个大可都有点奇，虾米给、啊。BKB。哎哎哎。给牛头，那不是魔死。那比牛满血。虾米给错了吧？应该是给错了，这肯定是虾米给的，是不？还在打，还在打。牛头跳大。狙击。带走。哎。还有奶酪，没币。我操！干二比零，要二比零啊！凶相，听说没被二比零过。获胜，干爹战队获胜，二比零带走了 TNC。哎，还能看一下这里？你要吗，雪冰？我要。有吗？你好吧，这个所有很给你面子，真的就很给你面子了，兄弟。但是怎么打包啊？但是龙神这不是刚刚打包过的礼物，不能立马转交啊！这个是真的，你要等一个星期，一个星期后再说。那、我还那个吧，我还那个 Ice Fog 送的龙舟，好吧？龙神弹幕说我卖了你送给我的，我很生气，然后他还给我了。然后送了一个龙舟呀 ，Ice Fog 给我的。可以可以 ，Ice Fog。那我要交易给你，或者你等几天，我那个可以发礼物了再发给你。可以。龙钩现在多少钱啊？听就挺贵的。龙钩不贵，但是我这个是你妈，你妈给我的。讲道理，这个谜团本来我也想收藏的，好吧？这个冰蛙给你的有标志，说是冰蛙给你的吗？但是，标志没有，好吧，雕哥。有标志。我记得是 TIR。那个时候DOTA刚出来不久，冰蛙送给很多职业选手龙钩了。我也有，但是我肉了，他妈的！谁知道哪个是冰蛙送的？老子那段时间骗了好多，老子还骗了个霸王蝶，妈的被后面被人骗了，我操！看比赛，看比赛，切一眼老飞扬，飞扬吊打了呀！老飞扬要已经吊打了，吊打了，绝绝了！哎，以前打街还是有意思啊 ！No tail 的经济怎么回事呀、啊，这兄弟 ！No tail 的中单 ，No tail 已经蠢了，打不过，阿帕垫底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你让他一个打中位的选手，我操，这么虐！对，这他妈也太虐了吧！排第四的流浪六千七，水人一万二了，十九分钟破了两万四了。No tell， 没有盖狗的经济高，谁在折高？哎呦！老飞扬有点不太好了，好，直接秒掉，直接秒，只要跑了一下水人，推推转属性死不掉，流浪，流浪被居住大了，流浪动都动不了，流浪推一下，流浪连 BKB 都没有，这都太好，自己买活，风雨人群又是秒躺，欧吉还在坚持什么？经济倒数第三了，一个徐林刀，天辉，姐姐，他们对安娜打 CS 没什么问题的，但是 No Tail 真的不能打守中单呀、啊，他们对就是守中单，杰瑞克斯去打中单吧，我觉得。啊，这是副前四爷，四爷怎么办？这他妈好惨！这是牛逼对着 DC 吗？第二把，爆龙神牛逼又被杀鸡了。啊！
脚了。我来了。体验被打得好惨啊！你今天看，八杆二打二十杠三，被压了蛮多的。铁打帕克谁就是啊，没拉铁知道。相当于是、帕克是有黑弓的。哎呦，黑弓的就不好说了。黑弓应该是帕克吧？嗯。我觉得这个看人好吧，帕克这个英雄如果玩就是个人能力很强的人啊，能压铁。防神的个人能力肯定。但是很难打帕克这里。他怪。个人能力很强的。哦，他是被打死了，差点那样。不过传神的帕克确实很厉害，感觉军体全要被压。哎，这个逼我有个问题，他为什么不用米波了呀？被ban了吧？没有，现在还有谁ban他米波？现在没人ban米波，没人有上过吗？米波，这不符合这个版本的节奏了吧？还看阵容的呀，米波，你如果 AOE 很多，米波就上不了。有可能藏一手。藏他妈的一藏，反正三四选他们是可以选的，我看一下，有时候还是三四选会半米波的。他在填两手选就太容易针对了，跟苏美尔一样呀。我觉得他的米波偏针不针对他都无所谓了，之前那么屌。藏计划藏到败者组用不出来了呀，怕呀。好了好了，哎，这边阿乔神域开悟中路出体拳 bra bra， 哎，打六了，打六五一，没了没了没了，蝙蝠有点多余啊，这个一血来的还是比较晚的，五分钟才爆发。Bra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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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了个眼。哎 ，KP，Bra，Bra，Bra 的发条是真可以。哎，一个一。天没六，战斗力太低了呀！天辉中塔正受到攻击。我觉得像这种，哎，还好棉线路绑了一下，但是杀不掉。我觉得像这种情况，上满的来中，谁来都没有上满来好用，或者说 SK 需要控，就没控你来了干嘛呀？我看了眼经济，帕克领的差了贴1200，差了呀。去超呀，六分钟超1200，有矿没啊？有两波远古，就两波。铁很笨呀，鞋都没有。哦，晕倒了。天辉中塔正受到攻击。Brava。天辉建筑全面加固。姑姑迷路了，兄弟，走高地，兄弟带野区横着走。东塔被破掉了。下路方面，这边 U 九四级的狼人上满来了，这狼人好惨。不过 TA 这个英雄七分钟中路塔被破了，他挺伤的。卡好像是盘盘 SK 吧 ？SK 小强、啊、就 SK 小强呀。所以说打到淘汰赛就怕被针对啊，你像是吧，像什么没有了小强跟 SK 的话，后选比牛逼自家把小强搬了，那比如说阿哥 SK 六点多开火好凶，哎，七成七成了，但是八成八成是这边独步。哎，这个蝙蝠直接被点死了，这个逼！哎，姑姑，哎，点死两个，硬要伤，还有一个 Bubble， 还有一个 Bubble， 两兄弟，三兄弟，有意思。冰天雪地啊！哎，帕克来了，老水来了，带走一个狼，狼人，帕克，哎，还有大帕克兄弟，不会三杀吧？他还有波，还有波，
三兄弟了，一个波，左边了，上路方面没事 ，KBS 被打回了家，这边发条，四级发条，不让，哎，把绿线破，抓吧，抓吧，绿线破了，绿线没破，感觉他追上了，对吧？对，这个换下很有讲究，绿线破了。今天的最后一轮还有没打的吗？有啊 ，IG 打 IG 啊 ，IG 没打嘞，就剩一场 IG 啊 ，IG 什么时候开呀？好假！这边狼人开悟，直接变狼四，不服，一口两口三口，替狼人有什么？四口五口六口，这个神域就真的是迷呀、啊，二技能都没有。黑攻，黑攻，想 TP， 哈哈明，哈明，好，这个哎，这个树林会绕啊！哎，下路 SK 被包围了，卡卡很危险，被 DL 了，发条，这个别把开了一下，卡卡能不能焦灼一下？哎呦 ，Park 来了，没希望了，焦灼不了了，焦灼。这个是不 A 了呀，上路哈明查到，这边是谁踢了 Park？ Park 现在是很有战力的。天辉建筑全面加固。龙神龙神看老飞扬呀，老飞扬不是刚打完了吗？妈了个逼啊！龙神龙神，你为什么这么生气？你为什么要这么生气呢？因为他搞我呀。好暴躁啊！那他妈的每天搞你的室友好多啊，那你天天这么生气。阿翔超严格，不生气啊？阿翔超严格的，假装很生气，其实还好。哎，这边给了一个吞没，问题不大。黑弓想杀 SK， 想多了呀。这边是发条，蝙蝠开了一波雾，六级的发条，七级的蝙蝠，蝙蝠升拉了。这边 Braba 有钩，哎，军旅拳有粉，完了。我 TA 碰到蝙蝠，我没记错的话 ，TA 是被蝙蝠关的呀，从头到尾。怕。对呀、啊，很怕蝙蝠。兄弟，我玩过铁中单大蝙蝠，我操，老子玩不了。他八级了，我才三级。这贴太穷了。关键贴他七分钟中路一塔就被拔了，贴打钱很不安全，包括刷野。你看这左右两个假眼。他怎么这个比赛为什么总有一轮的某一场会拖得特别厉害啊？那么艾希的还没打，他是这样的，就是那个问题，他那个 OB 是分好的，他上一轮的 OB 解说完才能解说下一轮，知道吗？他就是每一场比赛有一个 OB 裁判员嘛，解说应该上面解说，他刚说就有，比如说一号房、二号房、三号房、四号房，他有四个房间。对对对，刚才解说老干爹那一场的 OB 就是解说 IG 的，所以他们没开啊。解说要吃饭。解说也要吃饭的呀。那你解说要吃饭的呀。解说要上厕所的呀。解说要抽烟的呀。解说要吃饭要上厕所的呀。要抽烟的呀。只要的呀，是要的，是要的。老子有时候拉个屎都不让我拉。要的呀。妈的，让我去死吧你们。死都不让我。像他们还可以休息一下是吧？我们这边他妈的就急啊。他们是轮班。哎，这边下路。全程。不不。不拉。不不就逗逼。有点迷，真的有点迷。他死了几次了？哎呀，四次。IG 开了你妈？开了，开了吗？我看一下。
开了。哎，拉住。哎，开了。